闭嘴！都怪什么？都怪你！不要对我！我不管你了。张顾南，不要对我负责。大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。你起来好不好？张顾南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不要对我负责。你干什么呢？说什么？说我们家原来让你负责什么？负责？我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们真的误会了。对，我跟原来真的没有什么，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绝对，绝对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原来配不上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就是没时间打扮而已。如果你仔细的看。她明明长得很漂亮的，知道吗你？姐夫，姐夫，来，接不说，接不说，你到底是想拆散他俩，还是撮合他俩？我刚……行了，放心吧，交给我处理。你看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我送你出去吧。啊，走，姐夫，走，那个。理解一下吧，原来很小的时候，我姐就去世了。我姐夫啊，又当爹又当妈的，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，看得也特紧。我明白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哎，啊，回来。啊。给，打车回去。啊，不用，我坐公交车回去就行，谢谢。长辈给你，你就拿着，啊。外甥女婿，啊，外甥女婿，其实吧，我同意。舅舅，你同意什么？当然是你和原来交往了。